账单分期也是债务滚雪球的开始。分期还款的时候，有的人在还款日之前可能会接到银行非常热情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您说可以分期还款，这样能减小压力。这样听着非常动心，但是要知道银行怎么平白的让你分期还款，你的每笔分期都是有手续费的，直到还清为止。所以这样算下来，你会发现自己多还了非常多的利息钱。关注主播，为您带来信用卡的秘密。